欢迎来到2022篮球比赛。So, 这个参加者有四个人，四个人都是有一 team， 所以代表有两个 team， 两个人。So, 第一 team 我们有郑最差跟郑美琴。第二个 team 我们有 Bubble Gum 和 Lily。郑最差跟郑美琴会站这里。巴巴刚和莉莉会站这里。比赛的规则是一个人从一个人的 team 可以比，所以是 1v1 第一 round。 So 第一 round 我们先有郑美琴 vs 巴巴刚，比赛开始。OK, let's go。 拿了你要篮球在这里。Champion， 你没有我见过的。那边的你要跟我弄。掉掉掉。Barry 哎呦。美琴和郑最差赢一分。第二 round， 郑最差 vs Lily。OK， 开始。啪！我的帽子。郑最差跟郑美琴又得了另外一分。第三 round， 郑美琴 vs Bubble Gum。Let's go， 还差我输，现在我听不懂。啊！啊！爸爸和莉莉拿一分。第四 round 我们有郑最差 vs 莉莉。OK， 来呀，开始。来呀，来呀，来呀。莉莉和巴巴刚又得了另外一分。现在我们要开始最后一 round， 就是第五 round， 我们有郑美琴 vs 巴巴刚，看谁会赢。Give a damn about a hater when I feel like it.Not today, not today, not today, not tomorrow. Get out my way, please. I'm trying to get paid. Okay, 再去换人了。开始。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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